健身房吗？哎，你好，小姐姐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咱这健身房是吧？是。啊，我是想那个打乒乓球，然后咱这健身房里面有没有乒乓球室？这里只有办会员才可以，有一间。有是有一间，然后但是你只有办会员才能，就是哦，办会员才能打是吗？那个办会员没问题，但主要是我想提升一下我这个乒乓球的水平，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咱这里面有没有这种水平比较高的教练。那你可算是来对地方了，我们这有一个就是乒乓球教练，他以前是国家集训队的，而且他拿过全国青少年乒乓球冠军。是吗？对。哦，那确实太好了。对，你今天可以跟着他学一下。行，那你给我引荐一下呗。行行行，走。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，之前就是国家乒乓球队的那个集训运动员。是吗？学一下打乒乓球。OK， 没问题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们先简单了解一下，聊一会儿，我先回去，你跟他。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漂亮。我看你这个身形感觉也不太像打乒乓球的，有点感冒是吧？只要会员费交了，我乒乓球保准给你练，是吧？那我感觉我都不太放心，我看你这个身形。那这样吧，陈教练，我直接交这个报名费，我确实心里也不太情愿，要不你先带我练试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水平整体。走，试试。行，来吧，我先带你练练，看一下你的动作怎么样。先练两盘是吧？可以。可以啊，你这个是学过的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今天就是来踢馆的。这么多年这样的人我也见多了，你要是踢输了，你说怎么办就行。那这样吧，你要是踢输了，咱俩换个大小龙。行，没问题。那要是我赢了啊，你得把我扛起来做十个蹲起，你看行吗？没问题，来吧。我去！叮叮叮！走。